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车站列车记录。今天要来还债。为什么说是还债呢？因为今天台北站，台北车站，其实是我好像是去年年初吧，还暑假拍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剪辑上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原本是第七集的台北车站整片作废，然后第七集就变成松山。就在车站列车记录出了已经三十几集的时候，就决定来还债，来把台北车站好好的拍完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拍摄吧。Go。
看什么东西。
上的显示器都有亮。
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个赞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有任何想法跟建议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